今天看我咋收拾你。老公还是那么天真，还好我留了一手。选一个吧。不用选了，我就吃我这个了，这个离我近。呀，我爱吃的包子呀。你在哪儿整的包子呀？哎，我这包子跑哪去了你？哎，你别玩赖啊，许班，先选的先吃，后选的后吃。就怕你不这样想。这一罐辣酱也不够我吃啊，你再给我取一罐去。行，那你等着吧。嗯，总感觉哪里不对劲呢。哎呦，竟然藏了这么大的枣子，说啥我都不能放过。啊，真香啊。这枣子蘸辣酱老香了。啊，真香啊。差不多了，母老虎要回来了。你别笑。哎，我给你打开。果然是做了亏心事。吃。啊，真香啊。来，老公，你先喝。今天咋这么好心呢？你有事要求我呀？哎呀妈，你说你把我想成啥人了？快喝吧！你吃饱喝足了，就不会抢我肘子了。我得快点吃，这要是被发现，我就完犊子了。有人。里边这个辣酱蘸的包子挺好吃啊，你多给我囤点啊。哎，没问题。姐妹们，这个辣酱你们拍了没有啊？收到姐妹都说好吃啊。平时我们可以拿半个米饭半个面条搭配个包子肉类，当个蘸酱，炒个菜，夹个馍，不仅好吃下饭。它是用香菇和剁椒大火炒制成，吃来香而不腻，辣而不燥。现在厂家搞活动，19.9元给大家到手满满的一箱10罐啊，还送两个小盖子，吃完的盖呢特别方便，在这个基础上再加10包香菇辣酱。趁着活动还在，需要家人们抓紧去拍吧。老公，你吃饱了吗？吃饱了，今天这顿饭吃的香啊。那我是不是能好好吃肘子了？不会和我抢了吧？我肘子呢？是不是你干的啊？啥肘子啊？我不知道啊。瞪俩眼睛在那撒谎，干嘛得吃油？你当我瞎呀？吃饭了。嗯，昨晚没回来，也不知道干啥去了。吃饭了。吵吵啥呀？没看到我睡觉呢？小点声。差劲的玩意，懒得和你生气。我看看怎么个事。我问你第二次的吃饭了，快点的。你有病啊？没看着我睡觉呢。你行，你怕我再答应你呢？哼，我看你是分不清大小王了。啊，真香啊。蘸点辣酱我自己吃。你吃饭能不能大声啊？能不能小点声？一天啥也不敢说话，鸡的赖的。今天我就让你知道这个家谁说了算。啊，真香啊。猪蹄子蘸辣酱好吃，爱吃不吃好像我该你似的。这你别笑。太好吃了。啊，真香啊。这包子蘸辣酱也太好吃了吧，我一个也不给你留。啊，真香啊。好吃，我再尝尝饺子蘸辣酱。真香。来吃饭呢。你是不是在脸？我让你小点声，你没听着啊。你等我吃饱的。
妈真香，哎呀！就这给你吃都白瞎。我都不知道这饺子蘸辣酱这么好吃，难怪你每次都要抢。这饺子拌辣酱可好吃了，你吃不吃？以后就吃了，你管我干啥？姐妹们，这辣酱真的是太好吃了，你们拍了没有啊？收到姐妹都说好吃，平时不听呢，拌个米饭，拌个面条，搭个包子，肉里当个蘸酱，炒个菜啊，不仅好吃还下饭。他用香锅剁椒大火炒制而成，吃来香而不腻，辣而不胀。现在19.9给大家发，满满真香。十罐还送两个小盖子，吃不完的盖子特别方便，在这基础之上再加10包香菇辣酱，趁着活动还在，需要家人们抓紧去拍吧。我今天是有口福了，总算是消停的吃点饭了。张盼盼，等等我。刚才喊的谁？也不是我名字啊。盼盼。盼盼是哪个女的？哎、做梦了。呀，你这吃的啥呀？咋都吃了呢？我帮你回忆一下啊，这是鸡腿，这是猪蹄子，饺子，包子，一点也没跟我留啊！你先跟我说，盼盼是谁？啥盼盼呢？哪来的盼盼呢？盼啥呀？盼呢？这一天，心里是不是有别人了？哎呦我的妈！呀，媳妇儿，选一个吧。选一个呀，那我就选这个得了。哎，媳妇儿，你选这个，这个里边有好吃的。那你让我选啥呀？那我也没心思，你选这个呀。你嘟嘟啥呢？媳妇儿，我啥也没说，我说好吃的在这个里边的。这不面条子吗？我看你这里是啥？哎，媳妇儿，你爱吃面条子，来，媳妇儿，你拌上点这个辣酱，可好吃了，你尝尝。我给我看看。媳妇儿，我这里啥也没有，好吃都在你这儿呢。来，媳妇儿，鸡蛋也给你，来吃吧，今天。你一个都不吃啊？我不吃，媳妇儿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你别笑。你也别高兴太早了。我再陪你接着演。我看这啥玩意儿，我看看。有啥可看的啊？吃你的面条得了。今天说啥我都得看住了，我就这样按着，看你还有啥招。你是真给我机会啊，正好我先把烧鸡吃了。捂得还挺严实。妈真香啊。想想媳妇上当了，一会儿我自己吃烧鸡就开心。太好吃了。我得先把肉藏起来，要不一会该给你发现了。哦，你瞅啥呀？这是惦记我的烧鸡呢，把你支走，我先吃了。你去给我沾点水。你没长手还是没长脚啊？你就这样式当媳妇啊？啊，就这么当的，不行，你就换一个。不用你跟我美，早晚给你换了。我先吃个苹果垫吧垫吧，反正一会儿有烧鸡吃，也不急于一时。你别笑。烧鸡这样蘸着辣酱还挺好吃的。烧鸡被我吃完了，我真期待一会你什么样。这点面条咋吃这么慢？再坚持一会儿吧。这辣酱拌面条原来这么好吃啊！我也来馋馋你。辣酱拌着面条啊，可真好吃。你少吃一点，给我留一口。这
就你这样的，我一口啊都不带给你留的，你放心吧啊。姐妹们，这个辣酱真的太好吃了，你们拍了没有啊？烧烤姐妹都说好吃。平时呢，我们拿拌个米饭，拌个面条，搭配个包子、肉类、饺子，当个蘸酱，炒个菜，夹个馍，不仅好吃还下饭啊！它是用香菇和剁椒大火炒制成，吃来香而不腻，辣而不燥。现在19.99一家饭，满满这一箱10罐，还送两个小盖子，吃完的盖子特别方便。在这基础上再加10包香菇辣酱，趁着活动还在，需要家人们抓紧去拍吧。你也放心吧，烧鸡一口我都不带给你留的。啊，真香！吃点饭可真磨叽啊！给我给你削个苹果，这回我能吃我的烧鸡了。嗯，我烧鸡咋变成冻梨了呢？啊！我烧鸡给我丢哪儿去了？烧鸡在这儿呢。我千防万防还是没防住啊！你说你，你信不信我修了你？信不信我修了你？哎，老公，今天你别抢，这3盘全给你吃，我留1盘就行。啊，行吗？行。别抢啊！不抢，我也不让你好过。造孽！你既然这样对我，那就不要怪我了。哎，你不觉得缺点啥吗？缺啥呀？我辣酱呀。你看我，我像不像辣酱？你问我辣酱都跑了呀，自己找去呗。今天说啥都不能轻易放过他。贱娘们可不想好人呢。以后我干啥我都不带用你的。哼，那太好了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我得想办法让你吃面条。媳妇儿，这个辣酱拌的面条可好吃了，来媳妇儿，来你尝尝。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。姐妹们，这辣酱你们拍了没有啊？所有姐妹都说好吃啊。平时我们家拌个米饭呢，拌个面条，搭配个包子、肉类，当个蘸酱，炒个菜，夹个馍，不仅好吃还下饭。它是用香菇和剁椒大火炒制成，吃来香而不腻，辣而不燥。现在厂家搞活动，19.99到手整整一小箱10罐。还送两个小盖子，吃完的盖子特别方便，在这基础上再加10包香菇辣酱，趁着活动还在，小家人们抓紧去拍吧。哎呦我的妈，不咋的，老公来快喝一口，快喝一口，喝口，快。你这是三天不打上房揭瓦。趁老公没来赶紧藏起来。你怎么也想不到今天我自己留了一手吧。也不能天天欺负老公。你别笑，白瞎我这份心了。与其让你吃独食，还不如我先帮你尝尝了。造孽。来点灵魂辣酱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
赶紧收拾一下，别让老公发现了。吃饭咋不叫我呢？这不刚好饭吗？选一个吧。天天选，我就吃这个得了。那我先吃啊。你快吃吧。耶，饺子吗？吃个饺子，至于这么开心吗？你确定不吃啊？我不吃。嗯，有红烧肉，谁吃饺子？你捂那么严实干啥呀？你家住海边啊？你管咋那么宽呢？我看这啥呀？来，我看看。吃你的。自以为是的家伙，你就捧着你的空盆慢慢看着我吃吧。有人。你不爱吃饺子吗？你吃两个呀。吃个饭你咋这么多话呢？吃你得了。就你这样的就是白眼狼，咋对你都白扯。啊，真香啊。啊，真香啊。媳妇儿，这饺子蘸辣酱好吃吗？好吃啊。哎呀，这辣酱啊要是蘸肉啊，我觉得也能好吃啊。我觉得你说的还挺有道理的呢。姐妹们，这个辣酱你们拍了没有啊？说到姐妹都说好吃啊，平时我们平台拌个米饭，拌个面条，搭配个包子、肉类、饺子，当个蘸酱，炒个菜，夹个馍，不仅好吃还下饭。它是用香菇和剁椒大火炒制成，吃来香而不腻，辣而不燥。现在19.9给大家发满满的小箱10罐，然后还送两个小盖子，吃不完的盖呢特别方便。在这基础上再加10包香菇辣酱。趁着活动还在，需要家人们抓紧去拍吧。一会儿我拿红烧肉蘸辣酱吃，馋蒙你。你千防万防，万万没有想到我还留了一手吧。你留哪一手啊？我给我自己准备了红烧肉。哎呀呀，这啥呀？是这是鸡骨头了呢？是不是全都让你给我吃了啊？你不敢弄着呢，还敢废脸是不是？媳妇儿又在偷偷的藏肉，今天我一步都不离开，看你还耍什么花样。我吃这个。哎，这是我给我自己准备的，我吃。我吃，你没看我都这样了吗？今天我吃这青菜。不是，我准备的。我吃。你吃这个饭，来，给，吃。这个也给你，来。这样也不行啊，我吃不到鸡腿了。你可下呀，是做回好事儿。你咋知道我爱吃青菜呢？我让你臭美。来，这个给你吃，都吃着。为了能吃到鸡腿，先应付下你。啊，真香啊。我先喝点豆浆粉，垫巴一下。你干啥呀？我冲的我还没喝呢。你那整个杯子冲呗，那多简单点事儿啊。真烦人。我得赶紧吃我的鸡腿了。啊，真香啊。再给老公加点惊喜。你别笑，亮你也不敢动我鸡腿。我还是不放心呢，我得再看看。你尝尝我的饭呢，尝香吗？我今天吃素。嗯，吃吧。你吃空气吧你。
万事俱备，就等你吃饱了。这个豆浆粉真好喝，再来一杯。谢谢啊。真香，哎呀！媳妇儿，这玩意儿好喝吗？好喝呀！好喝也比不过我的鸡腿。姐妹们，我们喝的是燕窝银耳豆浆粉，真的太好喝了。它的配料表非常干净，只有豆浆粉、银耳、燕窝粉，没有添加香精、色素、防腐剂，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喝。平时温开水冲泡就可以了，简单方便。我们可以把它当成早餐呐、午餐、晚餐、代餐都可以啊。喝起来呢，就是豆浆的浓郁香，加上银耳的咯吱脆，以及燕窝的丝滑感。之前29.9给大家发三大袋，我已经觉得很划算了。现在厂家搞活动，15.9，到手满满的四大袋，而且每袋里面还这种独立的小包装，送一个同款的胖胖杯，15.9到手四袋，太合适了，家人们，趁着活动还在，需要家人们抓紧去拍吧。机会难得，我得多喝点。等你等的我花都谢啊，终于我可以吃我的鸡腿了。呀，嗯，咱都剩骨头了呢，你刚才是不是把我支走，把我鸡腿给吃了？还算你有良心，还给我留了一个。哎呦我的妈！看你以后还敢不敢吃猪蹄了！